各位小伙伴，前方记者阿九给大家带来一线一手新闻。四雨水库今天是几号来？这个巧，太不专业了。6月20号10:06开始的那个泄水。人家播泄洪，你播泄水。很泄气啊，这么说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韭菜玩家九。然后刚刚我跟老蔡在找营地的过程中，突然听到防空警报，原来就是这个四里水库要就是，他们叫泄水，不叫泄洪，应该是水库的那个水位比较高了，所以就要把一些就是这个库存量放下去。我以为会从这儿出来呢，这个应该不这个是要溢洪嘞，好帅。啊，你看现在的山上，然后上面山上云雾缭绕。哦，难怪下面那个挖掘机，它是不是在清那个道啊，河道 ？No。太帅了。然后看一下四里水库这边。现在又是很水很多的时候了。嗯。所以大家之前去的那个桥下的营地应该已经不见了。哎，我们今天可以上到这个大坝上来，平时是不可以上来的。而且这里又重新修了一下，它那个坝就是城墙都修起来，我们之前来就是一块平的那个水泥的那个就是墙，对吧？现在都修得可好了。这样也是。我刚刚很傻的问在那里看的叔叔，我说这是泄洪吗？他说不是泄洪，这是泄水。这就是放点水而已。说的太严重了。我说好吧。哇，在那里看肯定超级帅。对，然后要去那边，那边右边有楼梯，那个楼梯下去。应该不会让我们下去的。刚问了，这个泄要泄到明天，好久啊。他这么小的口门，那是要放好久啊。是的。哇，那里是有人在钓鱼吗？还是划船？划船呢？划船。嗯。这个是一包车，不会就是来看这个泄水的吧？路过，真的吗？我觉得不会吧。好了，我们等一下准备去同安顶上面看一下这个四林水库。然后大家记住啊，就最近因为是汛期，小古城营地和双溪营地基本上是不能进行露营的，注意安全哦。好了，大家下期再见，记得关注韭菜文集，跟我们一起过向往的周末，拜拜。